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心疼。一尾一条偷偷汹涌，情不自禁温柔。咱们星空少年的梦。大郎大郎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受伤了，你能不能救救我呀？善良的北郭先生像救助其他小动物一样救助了寒山狼，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寒山狼竟然恩将仇报，把山谷里所有小动物全都吃光了。北郭先生也被寒山狼咬伤了，休息了很久很久才好。可是北郭先生他非常的后悔，也非常的自责，直到今天他遇到了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。北郭先生，嗯，你为什么选择了救狼？北郭先生，你为什么要选择善良呢？他不知道呀。对啊，都是因为你，小动物们才会死掉，这是你自己造的孽，你应该要给所有的小动物们赔罪。啊，干嘛打我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北郭先生？你这样对他，以后再遇到小动物受伤，北郭先生就不敢救了。他救人没有错。不对，就是北郭先生错了，是他的善良害死了小动物们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因为他的善良错了，是因为狼错了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是狼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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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错了。对呀，我也觉得北郭先生并没有错。你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。对不起啊。天耀。哎，龙主。耀文。哎，耀文。天耀。耀辉，你越界了。我知道，但你画的这条界我必须要越过。我的过去与你无关。可是你的现在与我有关。站开！我不让。我不愿意看你在山上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，你这根本就不是在为了未来而努力，你这是在惩罚你自己。是又如何？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心疼。